大家好，今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讲一下濒死体验是怎么回事。在今天的世界中，许多人报告称他们经历了穿越神秘领域的濒死体验，这些经历引起了科学家、哲学家和公众的兴趣，他们试图理解其背后的科学和奥秘。但实际上，在这些濒死体验期间，大脑和身体发生了什么呢？到底这些经历只是大脑的一种轨迹，还是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因素在起作用？现在我们一起揭开濒死体验背后的科学奥秘之旅。虽然濒死体验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都有报告，但从科学角度解释仍然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关于这些经历的科学理论，其中一种理论认为濒死体验是大脑缺氧或其他身体部位的创伤而导致的生缺反应，另一种理论认为濒死体验是大脑在创伤事件中试图理解感官输入的结果。有些人认为濒死体验是存在的，它是轮回来世或超自然力量的证据。尽管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濒死体验提供了一些解释，但仍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将探索一些关于濒死体验的真实个人故事，并看看他们如何与这些不同的理论相吻合。这些故事来自于经历过创伤。在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案例中，一位成功的商人卷入了一场可怕的车祸后，彻底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看法。这个人注重健康，没有任何医疗问题或药物滥用的历史。事故当天，他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鲁莽的司机撞击，导致他的车翻了好几个圈。在事故发生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摇摆住，并被碎片击中，然后一切变黑了。接下来他经历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发现自己漂浮在事故现场上空，看住急救人员努力将他从废墟中解救出来。这种超然体验的生动和清晰感至今仍然留在他的记忆中，引发了他重新审视生死信仰的思考。通常情况下，那些经历过这种体验的人看到自己的身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并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其中，看到周围是急救人员，他得知自己头部遭受了严重受伤，被抢救回来后并失去意识了几分钟，在后来回到自己身体后，这种经历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的经历让他们瞥见了来世，他们不再害怕死亡。虽然有许多类似的报告案例，但每个人的经历细节可以大相径庭。有些人描述感觉到内心平静，并被已故的亲人包围来接他们走，还有人报告感觉与自己的身体短暂分离，并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周围环境，甚至有人说遇到了天使或进入了一条光明的隧道。尽管存在差异，但在濒死体验中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经历者的人生产生正面深远影响。随着我们对濒死体验不断理解和研究，研究人员正在更深入地探索这个现象的潜在原因和机制。最近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来调查濒死体验期间大脑活动的变化。该研究发现，在濒死体验期间，负责处理感官信息如视觉和听觉大脑区域活动显著降低，然而与情绪、自我意识和意识相关的区域大脑区域显示出增加的活动，这表明濒死体验可能是大脑功能改变的结果，而不是超自然或神秘的经历。这些发现也支持了这种观点，濒死体验不仅限于临床死亡的个体，而是可以在极端的身体或情绪压力下发生。其他研究人员正在探索濒死体验期间大脑中神经递质和化学物质的作用。研究表明，濒死体验期间调节情绪、食欲和睡眠的神经递质物羟色胺的水平发生了改变。最近的研究还集中在探究濒死体验期间大脑中其他神经递质和化学物质的作用，例如由大脑产生的天然镇痛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可能参与产生濒死体验期间常见的平静和心快感。此外，研究人员还探索了神经递质谷氨酸在濒死体验期间的潜在作用，这种物质能调节大脑活动，并有人认为其在濒死体验期间释放可能导致人们产生身体外感觉。这些发现为那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深刻经历可能存在的复杂神经化学机制提供了引人入胜的见解。此外，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特定宗教信仰和实践是否会影响濒死体验的内容。另一项研究发现，事先了解濒死体验或熟悉特定宗教信仰的个体更有可能报告濒死体验的特定元素，例如隧道或光明。这些发现表明我们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这些经历的解释。
几十年来，濒死体验一直是引起强烈科学研究的课题。我们在学习理解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对大脑的运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关于死亡后发生的事情的谜团仍然没有解开。然而，这些经历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心灵的复杂性和潜力，继续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尽管有科学解释，关于来世仍然是宗教信仰的议题，因为它仍然是一个无法完全由科学解释的谜团。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复杂的主题，已经被争论了几个世纪。尽管如此，科学家对濒死体验的注谜依然存在，并激发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希望我们的纪录片能为大家对濒死体验带来新的认知领域。我们鼓励您继续探索世界的奥秘。我们的频道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纪录片和节目，涵盖多个主题给大家。别忘了订阅并随时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下次见。